高大人，你冇嘢啊嘛？系咪有咩事啊？我好担心王爷同郑太妃佢哋会有危险。上次你话佢哋可以离宫，好过喺度坐困愁城啦。可以走嘅固然之系好，可惜佢哋走嘅系条不归路啊！ 王爷身患疫症，你担心都系无补于事，要知道生死有命。如果王爷系信命嘅，就唔会忍辱负重咁多年。一开始王爷就唔系痴疑，亦非逆民，咩意外、疫症，全部都系假噶，目的就系想离开呢笪是非地。王爷既然求人得人，生路又点会变做不归路呢？皇上决定斩草除根，派人去追杀佢哋啊！而家王爷佢哋身陷险境。 拜在我唔可以出宫通风报信俾佢哋知道。你唔得啫，但我可以啊。你唔得，成件事牵连甚大，万一有咩闪失，其实我一早就唔应该同你讲。在公，王爷曾跟我学剑，我点可以坐视不理？在师，你对显阳有恩于前，我又点忍心见你愁眉深锁，屈结难舒？所以在公在师，显阳都甘愿替你走一趟。 高大人，你今晚遇到我，似乎显阳注定要帮你排难解困。既然天公要我俩相如相知，是祸是福，一切顺从天意。我哋咁样做系唔一定可以成功噶。今晚唔走，听日再冇机会噶啦。我听你侍卫讲，各地嘅疫民会汇聚于此，佢哋齐人之后会一齐上天山。 到时候尸位倍增，要逃走就更加难。希望上天怜悯，要生我两母子行啦。我哋两母子被逼分隔咁多年，偷生人世，最终为俾我哋脱离魔咒，重新上路。即使将来我哋过咗啲颠沛流离嘅日子，再苦都会系甜。有你喺我身边，我万事足矣。我一定会支持落去噶。 受伤不得止，更要你犯上击杀朝廷侍卫嘅罪名。皇上会公开缉捕，因为佢惊会冒住杀皇叔嘅罪名，所以我唔怕。得你相救，我哋两母子先冇变成刀下亡魂。本来谂住今晚逃走，点知变成逃生。王爷今有何打算？我之前久居佛寺，机缘下认识位方丈，应该可以信靠嘅。我本来打算去投靠佢。 我真系冇预算到皇上咁快下杀着，死我唔怕，我怕娘亲担惊过瘾，所以咁多年嚟我忍辱偷生，装疯扮痴，希望娘亲得享天年，可惜一切事与愿违。王爷唔可以自怜自叹，太妃娘娘仲要靠你，冇你舍命相救，我哋两母子最惊命丧黄泉，前面漫漫长路。 我真唔知我有冇本事令娘亲颐养天年。一切事在人为嘅啫，只不过叫你对付一对痴儿病妇，咁都搞到一塌糊涂。系神疏忽，请皇上恕罪。等神再派遣精兵半百，暗中搜捕，相信好快有二人下落。就唔系要人啊，系要尸啊！
知嘅贱人，竟然瞒住哀家同人私通。马大将军即刻公告天下，汪王与郑太妃二人上山途中失散，因是皇室贵胄重金寻人，仍返宫中。臣领旨，倘若有半点差池，下一个人头落地嘅就系你。老公公，三号，我做埋啲嘢先招呼你下。我整咗啲菊花桂圆糕俾你啊。多谢你啊，放低啊。唉，我今日忙到啊，饮啖茶都唔得闲啊。马大将军今日宴客，本来我要过去帮手噶啦，点知突然间又要煎药，搞到我失晒魂。你病啊？唉，替病就好啦。饮两啖苦茶，兼有得瞓，又唔使做。个个有事咧就识得嚟揾我，到我有事啦，啲人就唔知死晒去边处。一个二个咧当我紫竹林咧避难所，小顺偷懒咧又去嗰度。金玲唔开心又去那里，跟人打交打到周身伤不够胆回家，又躲在那里。谁跟人打交啊？不是显阳吗？高大人失惊无神就出宫，失惊无神就走回来，还搞到周身伤。他受了伤啊？八车伤到气门，那就煎服自内伤的药给他咯。哎呀死了，什么有事的了，我还要赶去马大将军那里。我帮你拎啊。三好你真是好啊，唔该晒。高大人，副公公行开，托我拎啲药过嚟。高大人，你去咗边啊？你有伤在身就唔好周围乱走啦，你吓死人啦！我想饮水，我去打井水啦。你叫人帮你啊嘛，高大人，高大人，你醒了？你整晚都在这里。我倒碗水给你喝。不用了，我不想你爹担心我回家，因为宝公公给我在这里静养。啊，王爷他们没事，现在在大好安全的地方，你不用担心。多谢你啊。应该我多谢你先啦，要你喺度照顾。唔系因为我，你都唔会受伤。天放光啦，你快啲走啦！万一俾人发觉你入不归房，你睇出嚟。但系呢度得你一个人喺度。我饮咗药，好好多啦，唔使担心，快啲翻去。嗯。女夜不归房，案例是仗打三十板。金玲，点解你会喺度噶？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